听不到声音，我听不到他们讲的声音。我想跟他们聊好我的天哦，但我经纪人就是很急。I love him， 但他很严格。你知道我刚刚哭了大概两个小时多、啊。正常听到声音吗？怎么听到声音？我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使用的。听不到声音，我听不到他们讲的声音。我公司不太想我直播 ，so I really don't know。我是3C 白痴，是这样。